刚看他们唱二人转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各有特点。对，你比方说唯一，你自己站出来，你把那个刚才你扭秧歌的时候那个步伐你跳一遍，我们看看。好啊，哎，我忘了耶，来，我随便跳，随便啦，随便啦。老师，你要跟我，我一个人哦。放下来，哎，你跟我，哎，到这儿来，哎，就是这样跳。这是台湾的特殊舞蹈。我是感觉唯一啊，他手里拿那个扇子像金箍棒，就像那个《西游记》里边，哎，猴哥来了，在前面走，是唯一就是踩着棉花上来的。老师教的，踩着空步上来的，特别飘忽不定。哎，这里面我觉得唱的比较好的是严肃。严肃，你单独唱两句。这都被你听出来了。我才唱了三个字儿啊。是的，三个字儿。你有本事唱两个字。没有，他这唱是我配的。我又唱了个美盈盈啊，没了。不是，因为我在那个太好了，王老师那个旁边我就不敢唱，因为他的音调实在太高了。那接下来你单独使劲往下沉，我也没沉到底儿。那你单独唱一个。七不冷崩，八不冷崩，你不冷崩，我冷崩啊！字儿啊！啊啊！对，那我觉得整体状态最好的就是刘刚，对对啊，非常喜庆，形体啊、表情啊、状态啊都非常的完美。哦，我觉得我就是为二人转而生的。那个刘刚老师以前来过咱们节目，是他手绢和扇子玩的特别好。我跟你讲，手绢对于我来说真的。哎，可以可以啊，可以立着，紧两圈儿。你太碍事儿了。你有什么资格那么说人家？啊，几位明星啊，二人转学都不错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呢，贯穿始终节目的是二人转里面的几个要素：说唱、伴舞、绝。